老赖的锣鼓声以及西镇的赞助，光彩之下，国庆国小的庆贺楼终于在大家期待下正式落成启用了。小区的妈妈也透过演出来表达因心中的欢喜。我个人呢是来这里有一年半了，刚好动土的时候我开始接任，接任之后呢盖了一年，整整一年。都是在我任内来完成，那么一共有十八间教室盖成了之后呢，对学生的教学环境，他学习很有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栋国庆国小的新校舍是由台塑企业认养，开了4800万两年外时间所兴建完成。台塑副总经理吴新铁表示，这栋校舍完全由台塑监工发包完成的，所以品质绝对会当挂保证。对于医生发包监督验收，拢阮来做总负责啦，哦，总负责。阮有三大特色，第一，阮的效率真紧，所以。这个嘞10个月，哦，10个月就够完成啊，哦，那么这个成本也较低，一切阮采工啦，或者拢阮家己来做，来这个发包的，哦，那么这个效率也紧，品质也好，这拢会当符合咱抗震系数7.2级以上的。第九日大地当受损校舍，在经过企业的协助，学生终于有一个舒适学习环境。校长龙松代表示，新的校舍确实够真安全。那么这校舍呢，跟别个校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用很稳健、很朴实的颜色跟这个建筑这个图样，做规划、做构想。目前原来还有很多旧校舍需要经费重新整建，政府也希望台塑继续认养，更好的经费为后一代教育共同来尽一份心力。记者陈欣昌报道。